在座的各位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，很高兴今天来到博瑞吉利的发布会现场，与大家分享我和吉利和博瑞的故事。作为一名运动员，冠军是刻入骨髓的两个字，它是对人竞技水平的最高肯定，是一种力争上游的竞技精神，是一种荣耀，更是一种信仰。无论伤痛、质疑、挫折，我内心对冠军的渴望和信仰从未动摇过，数百次上千的训练只为争取 0.1 秒的突破，每一次激动、难过、幸福、感恩的泪水都是为荣耀而战的内心表白。冠军信仰让我一路披荆斩棘，突破自我，成就了今天的孙杨。当然，冠军不只属于运动员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勇于敢于超越自己，致力于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更好、更优秀、更领先的自己，你就值得被尊重，而你就是自己领域的冠军。我和吉利博瑞因冠军而结缘，因为一样的冠军和信仰，让我们一路携手走到今天。这一路走来，我深有感触。我到今天还依稀地记得2014年北京水立方，我出任了吉利品牌的形象大使，至此开始了我们长达4年的友情。2015年12月，我成为了吉利博瑞车友会博士班的荣誉班长，和吉利一起发起了绿跑道公益项目。2016年12月，在吉利春晓基地，我正式成为了吉利汽车的荣誉员工，共同见证了吉利汽车的品质飞跃。2017年春节，吉利中国年致敬不归人，我们一起向奋斗在梦想第一线的人们奋进和致敬。2017年9月，博士班夏令营来到了我的母校，我们一起与博瑞车主的朋友们进行了亲密互动，分享了冠军秘籍。同样，在这4年的时间里，我和吉利博瑞也相互见证着彼此的成长，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坚守着冠军的信仰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。感激这一路的冠军征程都有吉利相伴。马上2018年8月，亚运会就要到来了，对我来说，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战场，我也有着新的使命，那就是再次刷新自己的领先，再次夺冠。而对博瑞吉利来说，新能源也是一个新的战场，祝愿博瑞吉利在新能源的舞台上成为冠军。大家对我的印象是冠军孙杨，但是孙杨不仅仅只是一个冠军孙杨。在游泳之路开始的第20个年头，我相信未来的孙杨无论在泳坛还是其他领域，一定有着更多的可能，也会创造更多新的奇迹。今天作为博士班的班长，作为博瑞吉利下线后第一个试驾车主，我相信博瑞吉利以它前瞻科技和未来驾驭，必将引领一个新时代，开启一个新风潮。最后我想说，我和吉利也会继续携手共进的走下去，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吉利人会用你们的双手，会用你们的智慧，创造出更多的中国精品车，而我也会在自己的甬道里
继续扩大属于我自己的荣誉，激励加油，谢谢。